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有点小热闹，久违的街头表演，等了两个礼拜，上礼拜不算，上礼拜不算，等了两个礼拜，终于回到街头了，感觉有点陌生，有点怪怪的感觉。那我们先拉几首歌，暖身一下。刚刚那首歌呢是《Love Story》，啊，是我下午才练的歌，对，然后让大家先听一下，对，啊，不一定会做成 MV。好，我们马上下一首歌。
刚刚那首歌也是下午才练的，叫做 Play Day。 我下午在找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无聊了，然后就听到这个蛮洗脑的，它是一个抖音的神曲，叫做 Play Day，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呢，为大家白月光。
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《光年之外》。由于这个礼拜呢在 YouTube 直播的时候，大家说很久没听到这首歌，所以呢今天就拉一下。你们在场观众都是证明，我最近有拉这首歌啊。万一有人又在说我没有拉这首歌的时候，你要打脸他，对吧？上礼拜他才拉，你有没有来，好吧？好，下一首歌呢，清凉很久没拉。
戏我应该也能多做些事儿。其实我一个人在这嘛，大乱的，大乱的，人太多了，热情太多了，多拉两点吧。